Hello， 各位观众，大家好，欢迎大家继续收睇 Pokemon Center。我哋今集将挑战呢个超能力系道馆。咁啊，挑战超能力道馆咧，就话都冇咁易啦，系咪？我哋有世界上最强嘅恶系精灵阿布苏鲁，嚟啦！话冇机会挑，即系通过呢度。呢、这个太口响啦，你实在，我打柒你啦！哟、啊！我用一招防止暴击啦，佢用。咁我话讲，我好好奇咧，到底百货公司嗰几只蛋咧，到底系咩嚟嘅？然后咧 ，Hugo 咧就去咗呢一个查啦，上网我再睇下先。哇！快拳高，哎呀，唔好意思啊。咁啊，原来咧嗰只20万蚊嗰只蛋咧系闪光地龙嚟啊！然后咧喺呢个版本入面嘅闪光地龙咧个样系同出边啲小或者出边啲地龙系唔同嘅，咁啊，哇！第一刻之就流晒鼻水，闻晒啲把声，啊，系啦，咁啊，大家见到我分享经验值啦，我装咗个经验值分享器喺杯杯龙度，咁啊，想储钱，储20万蚊攞嗰只蛋啊！你有格拉格拉即先，冇阿布苏鲁都唔系问题嘅。哇！超级强嘅攻击力啊！我哋储钱，我哋而家仲争15万啊！非常大庞大嘅金额啦！好啦，我哋啱啱去完精灵中心啦。Boss， 答问题？冇问题啦，呢度嚟讲，如果我睇得明嘅话，啊咁讲起英文咧，就想同 Hugo 分，即系 Hugo 想同大家分享一个以前一件中学嘅一件往事啊，就咁嘅。咁 Hugo 其实喺中三嘅时候，即系 Hugo 其实读书方面就唔算突出，亦都唔算太差啦。咁啊，起码科科都基本上 keep 住合格或者问住唔合格咁样嘅啫。咁啊，咁其中我最擅长嘅科目咧系呢一个通识同埋数学啦。咁啊，话讲 Hugo 咧就系、是、一个中文中学度读，就读呢、這个中学啦。咁啊。咁其中好奇怪嘅事就係、是、點講咧？突然間講唔出口添，好似我組織下先。咁我就喺呢、這個啊死啦，要扣 C 都冇添，係啦。咁我就喺呢個中三嗰年年尾咧，就攞咗全級第一嘅數學。咁啊，可喜可贺啦呢件事，咁就系啦，咁可喜可贺。咁啊，中四咁大家有读中学都应该知道啦。中四咧就要拣科啦，数学亦都系拣埋 M1 同 M2 嘅。咁啊 ，Hugo 趁住啊成绩好，咁不如拣埋 M2 啦。咁啊 ，Hugo 就喺中四嗰年咧就读呢个 M2 啦。但学校有一个好奇怪嘅制度咧，就系、是、当你读 M2 嘅时候咧。你就要专为读呢一个英文嚟考呢个数学嘅。咁平时 Hugo 由小学到中学咧，一路中学中三咧，都系用呢一个中文咧系读数学嘅。然后咧霎时间咧就重新将所有学晒。然后 Hugo 嗰时因为系比呢一更加难到一个点嘅，即系问合格嘅啫。中学中一、中二、中三都系
接近吻吻合格同合格之间嘅。咁即系由此都明白到，其实嗰时我系几惨咯 ，Hugo 系几惨咯，即系啱啱讲到啊，中四第一个学期测验，我系唔合格嘅，一个中三期尾考试最全级最高分嘅人，喺中四第一个学期考试系唔合格，你话呢件事系几大影响？即系识睇题目同唔识题目真系好争好远，所以系唔同晒，成份卷都俾睇得唔明。咁啊，分数大部分都主要系由唔需要睇文字嘅题目啦，啲解方程式嗰度攞分嘅。当然呢啲去到后期更加冇呢啲问题咁滞啦，咁就好辛苦嘅。最后 DSE 都系考得唔一个自己唔一个唔满意嘅成绩啦。我系归咎于睇唔明题目嘅。呢个精灵系俾人知道系 Creation Troll 啊 ，Creation Troll， 屌我捻知咩呢、這个精灵啲名字又唔知 ，Creation 创作三人，创作三人嘅精灵。好啦，我哋慢慢解答呢个问题。呢啲人唔要，呢啲唔可以自己睇攻略，要自己尝试。第一个错咗，一个系三姑啊，大家知咩三姑啊？即系钻石板三只，钻石板三只，超能力嘅。游走嗰啲精灵啦，咁我一 search 第一个答案就见到三只菇啊，我谂下可能系呢个啦，咁睇你唔系啦，创造三只，我创去创世界咧同，哦，咁我已经知系边个啦，第三个，虽然我唔系好 confirm， 但系我认得大概应该系咩时空精灵，即系转身三只神兽应该系。Correct, yeah, baby. 咦，大家见唔见到下面啦？咁我道馆馆主系咁多道馆馆主以嚟，冇一只精灵企侧边噶。哇！士刀，43咧啦，已经我哋嗰只贝贝龙又学招喎，咩嚟噶？死亡之曲啊，梗系唔学啦！灭亡之歌。咦，系呢只喎，呢只 ，yeah， 打唔死啊！我哋打唔死佢就我哋死啦。分享经验，哇，咁都系呢招啦，都系超能力加加大个啊！嘟嘟嘟嘟嘟嘟，冇问题。New shot， 升级，第三条问题，呢啲精灵边一只系喺？我鬼知呢啲英文点解？又要 Google？ 请问 Smorgon 点解 ？Smorgon。在煙霧入邊啊！睇下先 ，smoke， 嗨你咩 ？Google 睇唔明啊！我哋 Google 有，哎，救命啊！唔識啊 ，Google 都唔識啊！
Miss Morgan， 哦嚇，應該係六喜雙子。哦，我知啦，我知啦，我知啦。應該金文時代 Smogon 應該是日文嚟嘅。基拉奇唔係啦。雪拉比啦，係 Celebi。錯咗啊！啊！屌，撳咗掣。屌！哎！正常都卡關喺度。我哋查埋第三隻精靈點解先？嗱，第一個選擇係夢夢啦，第二個選擇係雪拉比啦，第三個選擇唔知，第四個選擇就係基拉奇啊 ，Excadrill 竟然，我、哦、知明點解啦，特性啊，係嘛，刮痧特性啊，喺呢個啦，呢、這個就係咩龍頭地鼠啊！好，我活同我用，咦，好快啊！我顶住活，活用士刀，你害怕啊？活，哎呀，死！换出格拉格拉，竟然打怯啊你，怯你系输一世啊！活，我哋又啊，咁多仔，咁多仔，咁多仔。哎呀，濑嘢啦！我唔系想用骨头狐狸标啊，啱啱掉咗位呢招咧，有冇掉翻喺度？哎，冇啊！眼斌，唔好怯啊！你怯就输一世啊！你怯 ！Oh my gosh！Oh my gosh！ 收粒血！我甩格拉格拉。眼斌，我撑住呢下好高上好多啊！咦，降低埋超，降低埋我哋特殊防御力添。眼斌 ，Yeah baby，nice job。出翻嚟啦，阿布沙佬。竟然是你，知道？秒杀 ，Yeah baby， 叫得好，阿布沙罗。哇，佢同外神蛙把声一样啊！多嚟 ，Yeah baby。不好意思，好啦，冲啊！即刻将答咗一条问题。问题四，呢、這个道公公主嘅名系乜嘢？哈哈哈哈哈哈！我知道系第三个，知点解？因为当我换，我咪同大家讲换贝贝龙嘅时候咧，咁嗰条友咧就话我需要精灵咧打呢个道公主，好似 D 字头啊，所以系呢、這个，哈哈哈 ，great！ 呢个 D 字头同我直抽，咦？我哋又系时候一每日查英文嘅时候啦，佢到底又讲嗰啲乜嘢咧 ？Humble， 欢迎嚟到我巨窝啊 ，Hugo， 我相信你已经冇问题噶啦，呢度。通常咧，我都唔会同啲废柴对战嘅。
除非佢哋打败过超过100个训练员啦。不过你已经打败咗奥丁啦，喺我眼中，打败嗰啲训练员去挑战嗰啲犯罪组织系一啲好好嘅训。咦，红字点解都重要啊？刀神咯，我知嘛。哦，黐线，哎呀，咁易嘅字我竟然要查，黐线！佢话打败嗰啲邪恶组织咧，就仲好过打败1000个训练员，所以嚟啦战，我已经准备好同你战斗啦。咦，呢个样咁熟面头咧？因为就系金文版入边四大天王，跟住或者，嘿，我成日双打嘅，我唔系问题啊，同你讲。咁就金银版嘅四大天王或者系火红版入面嘅毒系道馆馆主啊，一样样啊。唉，冇问题呢场真系。嘟嘟嘟，秒杀！呢招成日听落去好似爆击啊，可爱啩？话你啊，可爱啩？佢咧 missing 咯，好可爱嘅 missing 啊，几靓，白色嘅 Y 神神。依家攞咗學習裝置 missing 就更加更進一步提升咗佢個作用。老實講，復活跟住搞一搞咧就岩崩。咦？我打唔中喎，電我佢。电咯电咯，有好彩我哋格拉唔系避雷针特性，卡死电咯，系咁放电，电嘅电唔到，但系咁痛嘅。啊，点解会咁噶？点解会秒咗嗰只沙布梭罗噶？啊，咁升唔多只布布龙咩咯？格拉，用必杀打死右边只扑街先，杀死你扑街！咁啊，呢句嘢咧系来自，即系如果大家嘅童年系同我一样咧，系玩呢个 PlayStation 2入边嘅。聯合跟林聯合 VS 扎多咧，即係跟林 C 咧，就絕對明我呢句點解啦。夏斯蘭嘅名句，好似定知係基拉嘅名句，殺死你仆街，好正我覺得呢句嘢真係殺死你仆街，冇血冇血，係要補充啫。我想補下布蘇魯，唔緊要啦。Mega Evolution 之版，Mega 啦，乜嚟个？哦，我啲，呢招应该系能量弹啊，嗰类嘢啦。格斗系招数120公斤力，咩搞点啊？秒你！撑住你啊！撑住你啊！撑住你啊 ！Oh yeah, baby！
燒著我。燒著我都唔係問題啊。哇，部梳佬咁強，少少燒傷等於激勵。你又學滅亡之歌，今朝學滅亡之歌你唔俾。學咩滅亡之歌啊，自殺嚟㗎，玩戰術嚟㗎，岩崩打死街。Yeah baby, yeah baby, 6500少钱，你果然是一个好突出、好令人惊喜的训练员。攞去啦，我个姓张，同埋你就可以用呢个爆石啦，依家你可以去厕所啦，同埋因为呢个欺骗空间可以将速度调转嘅，呢啲打电术先有用嘅，你打一针木系冇用嘅，所以咧。我比如你都冇用过噶啦，系啊，所以再见啦，扑街，拜拜，扑街。唉，咁啊完成呢道关啦，终于 ，finally， 再爆石添，有几多钱啊？我想，好想买闪光地龙啊，仲争一万，仲争130,000，我边度搵130,000啊？有冇贵你啊？好啦，既然我哋冇130,000，我哋唯有继续向我哋目标前进，向着标杆直跑。冇错，人如果冇梦想，同条咸鱼有咩分别？呢、這个道理就非常之真系，唔系讲玩笑，唔系搞辣嘅，真系好好有用嘅呢、這个道理，好爆石我哋学。Rock Smash。虽然低工啲啦，我冇我冇啦吓。哦 ，Go Go Go， 爆石！咦，攞去爆石，我一个地方上去。咁呢度，你嗰个咧，系呀，嗰度啊，够够够！咁大家可能觉得奇怪，咦？点解我唔使精灵就可以推到石嘅？哈哈哈！呢个问题问得真系好啊，好乐意解答呢个问题。我攞咗三件秘传嘅道具，呢件咧就推石，所以咧我哋隔拉隔拉就忘记推石落去咗。呢个咧就系劈树，呢个就游水，但系搵到冲瀑布啊！我 go go go！ 哦，唔记得喷雾添，我唔想喷雾住，仲有山洞入啊！入咗之后唔知道会遇到啲乜嘢。Go g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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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go， 唔好意思啊，而大家偷偷点逃走啦。咁啊，呢只 game 最正嘅地方就系双打时可以逃楼两次，而且攞我哋攞下几叻咧，基本上系逃眼嘅，但就话唔会遇咯。放过啦你哋。退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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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嗯，好摁多手啊，好摁多手啊，你俾我走啦 ！Oh my god！ 你俾我走啦，呢度系我曾经嘅一个地狱，你而家要翻翻你个地狱真系。啊！裂翻个，喂，地鼠，好似未遇过喎喺度，第一次遇哦，好似好似，唔记得啦呢啲嘢。噔噔，
咦，咩嚟咧？到底只？咦，竟然就系呢只咁嘅咩 Delta 嘅零零，咁睇个颜色咧，应该唔同啲白色嘅，就唔系蓝色嘅。我哋玩下 Delta 点样先？三角洲，算啦，我捉咗佢。我哋揾啲特別啲精靈捉佢先，我哋用呢、這個。咁唔通之前我遇到嗰只阿帕蛇係唔同嘅，而唔小心俾我打死咗嗰只。我用呢個啦。哦，好难捉佢咁喎。差少少。好啦，我逼佢出必殺技咁樣。咦，我撳咗掣，逃走咗。好啦，咁今集嘅我機波西塔都暫時嚟到呢度啦，好彩我未看嘅啫。好啦，我哋下集見。